巧克力作为超人气零食，不但日常吃不腻，而且在节日送人或者当伴手礼也都超级拿得出手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说说 Costco 里好吃的巧克力都有哪些吧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，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啦。 Godiva 夹心黑巧克力，这款黑巧克力味道不甜腻，也不像其他黑巧一样苦涩难以下咽，甜度恰到好处，入口即化，还有软夹心。除此之外，黑巧克力对我们的健康也很有帮助，对心脏和消化系统等等都有好处。费列罗金沙巧克力球，经典好吃，最外层的巧克力碎混合果仁，加上里层的微化加软巧克力，最后还能吃到一大颗完整榛子仁，口感和味觉超满足，遇上折扣不到$10就能拿下，价格也很实惠，性价比无敌。七种口味混合装礼盒，味道分别是榛子杏仁夹心白巧克力、杏仁夹心白巧克力、酥脆外皮加上卡布奇诺夹心、榛子黑巧克力，最经典的口味人见人爱的金沙巧克力，带有柑橘风味的牛奶榛子巧克力，黑巧夹心款巧克力，每一种都很惊喜。吃腻了费列罗的经典款，不妨买混合装换换口味吧。 Kirkland 巧克力饼干礼盒，一盒15种不同口味不同造型的巧克力，做工精致，颜值满分。酥脆的饼干外面包裹着浓郁的比利时巧克力，一口一口根本停不下来。瑞士莲推荐款石井软心巧克力球，5种口味。 Milk Chocolate 红色， Dark Chocolate 蓝色， White Chocolate 金色， Caramel Chocolate 橙色， Extra Dark Chocolate 黑色。一次就能吃到5种口味的混合装，便宜大碗。酥脆的巧克力外壳包裹着香浓丝滑的软心，真正的入口即化，口感超细腻，一颗一颗停不下来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乐嘉推荐款混合巧克力糖，黑巧、杏仁和海盐焦糖3种口味，薄薄一层巧克力中间包裹着香草脆奶油，还混合着坚果仁，吃起来香脆可口，也不失巧克力的香醇，一吃就上瘾。推荐款三角牛奶巧克力，标志性的三角形包装，巧克力的造型也是三角形。这款巧克力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除了含有杏仁和蜂蜜，还添加了牛轧糖，吃起来味道香浓，口感层次丰富。丹麦皇家酒心巧克力，一共8种口味的酒心，每一款都会还原包装酒瓶相应的酒，好看又好喝。每一个巧克力都挂满了酒心，或辛辣或甜香的洋酒，配上巧克力在口腔融合，风味十足。黑松露巧克力原味，用高级的可可磨成粉再制成巧克力，味道是可可特有的苦涩和醇香，入口即化，特别丝滑，外面还有一层细腻的可可粉，不甜不腻，恰到好处。冰块巧克力，这款来自德国的巧克力，平平无奇的外表下奶香浓郁，甜度满分，超满足的大份包装，过年过节好伴侣，小孩子和客人一定喜欢吃。最后提醒大家， Costco 每到年底都会推出各种价格划算、包装精美的节日巧克力礼盒，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很合适，爱吃巧克力的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啦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请点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还有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更多北美有趣实用的内容等你来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